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联物业 Wing， 今天来到这个迪图山第一间上复式的单位，我们看看景观先。一入门口左手边就是我们的厨房，主食用具一应俱全。这个单位实用面积1905呎，建筑面积2930呎，是一个四房三套的单位来的。这边就是我们 L 型的客饭厅，你看到都相当宽阔和空间感十足，一望出去就是我们的内园景观，都写意很舒服的。上到二楼就会有三房两套的，这里就是第一间睡房。这间楼底比较高的，你看到就比较特色是尖顶的。来到这边就是我们的走廊部分，左手边就是个衣帽间，直距就是我们的主人套房，非常之阔落。我觉得最有霸气就是这个浴室，英绿色风格，正望出去又是我们的内园景观，非常舒服。来到左手边又是另一间睡房套房来的，同样的风格。这边就是天台了，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楼盘有兴趣，欢迎打电话给我们预约睇楼价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